好了，走了，我们 Let's go， 好巴适哦！哇，好漂亮啊！这里是要唱歌剧啊？你在哪里啊，Juliet？我在这儿啊。其实我留意你很久，我最喜欢那种搞机器的男人。其實兩個都可以。 Hello，Hello， 哎呦，你的朋友啊，接风，接风，Hello， 欢迎，你好，欢迎，阿达，阿娇，你好，你好。 BB 请过来的小帮忙吗？是的，我是 BB 请过来的，小助手。猜对了啊？是吗？他朋友圈不大。我的朋友圈只是这么小的。你为什么这么帅？你犯规了！我自己就是这样啊。原来他好高。 有一次在机场，你刚好在我前面，你的背影我看到，哇，好瘦好瘦。你怎么保养的？你们哇，你们好可怕，是不是要保养它？好不搞笑？我觉得你们很搞笑。B B 有没有告诉你这里的状况是怎样的？没有，他就很酷的跟我说去搬山。很酷，你说出。 重点了，好酷 ，BB 超酷的，很酷的，不是，你们需要我干嘛，我都可以。哦，今天有很多东西都需要你，比如，我们需要去找一个场音乐会的场地，我们打算在这里办一个音乐会，那只邀请好朋友，对，亲朋好友。 而且我们都不想让Manny操心，就是不要让 Manny 姐知道。对，所有东西都我们自己去筹备。哦，嗯，歌曲昨天我们已经处理好了。所以你们要唱多少首歌？几首而已，都唱我们喜欢的歌，不是自己的歌，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特别的意思的歌。明白。那所以我们今天是。 去找场地，但是我们可不可以骑单车？其实这里的单车蛮好……共享单车吗？对呀，其实我没骑过共享单车，因为我方向感很差，我不知道应该骑哪条路。哦，那左右你分得清吗？左右啊，嗯，都没有。共享单车有没有三轮的？啊，你不会骑自行车啊？哈哈哈哈哈！你以为影后一定？ 可以骑自行车吗？他现在就是不会骑自行车。我小时候骑得很厉害，然后有一次就是受伤了，然后我就不会了。哦，有了阴影。对啊，没关系啊，你们可以走在前面。我可以教你啊。我可以跟你在一起啊。好。喂，我们出发了，差不多了。十一点多了。哎呀，太晚了。好了，走了，我们 Let's go，去找音乐场地哈。嗯。 我们现在站在人在哪里嘞？啊，那呀，影院嘛。我反正拿地图跟没拿也没啥区别。我们去那边吧。我那边吧。那我们就从我们这一条路一直走了。
对，然后跟着你们就好了，就沿着路走嘛。好啊，沿路走。好啊，嗯，那我就这个了哈。先看阿萨姐，不是的，你要先下来，先下来，你要先把这个搞开。哦，我们在这里练习一下这个空地。阿娇姐骑得好自在。好开心哦。你先上来，我给你拿。哎，对对对，哦，可以的嘛，太小看自己了。前面放松一点，前面再放松一点。我现在已经出汗了。哇，怎么刹车？OK 吗？这不能太慢，太慢的话我就会加油，努力不平衡。哎，你眼看前方。好干啊，加油，挑战成功。去哪里？我们走吧。那我们走吧。好，去找音乐场地。慢慢哦，可以可以，好巴适哦，好开心，好快乐，好幸福。哇，你看，啊，这是个室外吗？是室外剧场来的。哇，好漂亮啊，这里。好像希腊的那些建筑啊，好漂亮啊！这里漂亮是漂亮，但是我跟你说，阿那亚冬天好冷的。哦，那算了啦，找别的了。在户外，你的音响没有那么好，那个效果要哇哇哇哇哇哇，你看那个声音都。不集中，没有回音。嗯，哎，我们是晚上还是下午那个演？晚上。哇，那肯定冷。再见吧。走吧，走吧。我们找一个真的是100分的剧场吧。好。哈哈。哎呀，我想踩单车。冰。爆！哇，上坡啊！要上坡。斜坡，哎 ，OK， 小心啊，阿 Q， 跟住个沙仔啊，哇，快点，哇哇哇哇哇哇，阿娇姐你慢点，我等他们一下，你把他们都甩没了。我没骑单车，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我在后面看你骑车，我都吓死了。没事的。我可以教你啊。我可以跟你在一起啊。好紧张啊，我都。唔使惊，你唔使理我嘅，我慢慢就会过嚟揾你哋嘅。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是这边的网红圣地。对啊，这个教堂，等一下帮你拍大片。等一下吗？为什么不现在？哼，现在好。一二三，哇 ，OK， 谢谢。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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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让我很难过，我只会唱歌不会拍照啊，大哥。好自由自在。我带我的猫来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猫砂盘。哇，好靓啊！呢间嘢，他想进去这里，好像巴黎啊。巴黎。哎，这是图书馆吗？哦，这个是剧场啊，剧场，剧场。你看，哇，啊，罗马斗兽场的感觉，对，有点像。哇，这说话都有回声哎。哇，我们不用麦都可以啊。对啊，以前的人就是没有麦克风嘛，这里是要唱歌剧啊。对啊，啦啦啦啦啦啦，哇，声音好好。罗密欧，朱丽叶，罗密欧。罗密欧，朱丽叶，没有，我们应该是这样。朱丽叶，朱丽叶，你在哪里啊？朱丽叶，我在这儿了。我也有一直在这样寻找，明明在眼前，但是看不见。你在哪？我听到你都见不到你，朱丽叶。你是不是盲着啊？要不要看医生？哎呀！哇！哇！同志们在正在这儿说话，简直了！是吗？哇！你试一下！哇！哇！哇！喂！哎呀！好搞笑啊！可唔可以听下？你听唔听到我讲嘅有冇分别啊？哇！好好笑啊！喂喂，对，好似有个麦咁样啊！它是怎么设计的呢？是不是因为这个洞跟这个洞相连呢？天地合一嘞？我是你丈夫通透。哇，好听啊！系啊，好听。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好听，你说话都有回声。哆瑞咪发，哆咪嗦哆。我的天啊！所以这里的设计根本就是为了搞音乐会的嘛。对啊。然后你跟距跟观众的距离这么近，我很 sweet 很窝心。是的，我们这一次可以找那些跟我们一起工作很多年很多年的，比如说化妆师、发型师、助理，其实是你身边最亲近的，最跟我们最亲近的。他们通常在我们表演的时候都在后台。对，现在就请他们来前台，对，成为我们的观众的观众听众。好了，现在地方场地又找到了，下一步应该是找个地方练习。你这个动作非常的 Ricky 哦。找个地方去练习。接下来更有意义，马上开始我的歌曲。你哇哇 so big。好美啊！你看这个，这个海景真的太好了。我都不想彩排了，我就想坐着看海，就在这儿发呆就好了。我觉得，我觉得现在我想改歌了。听海哭的声音。你可不可以跳我们叫我们那个表演，做我们的舞蹈的指导？指导，嗯，好。这挺好的，你们的动作。
就特别好啊。接下来呢？你们接下来是什么动作？跟你啊。啊？我都做成这个了，这什么呀？哎，那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你过来啊。好，我们首先就在这里候场。Danny， 你看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感觉。好。OK，Ladies、okay, and gentlemen，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龙虎豹音乐分享会。好的。我是龙虎豹。你们的开场太抓马了。一、二。请问，哎，我想问一下，你们的开场没有背景音乐吗 ？OK， 好了，音乐就起了。粉红色的医生。好。粉红色的医生。是来自陈百强老师的一首旧的歌。啊。其实我想给一个惊喜 Melly， 她好喜欢陈百强。哦，明白。所以呢，就第一首歌唱给她听。OK。欢迎大家来到龙虎豹演唱会。好好听啊，这首歌。一二三嘿，一二三嘿，一二三嘿。给一点意见。我觉得你后面可以把他邀请到台上一起玩玩。哦，把那些工作人员拉上来。Good idea, good idea。就一起玩啊。然后他们就很尴尬，我们就很开心。哎呀！哎，那我们练下一首。我觉得你走。我们可不可以坐下啊？可以。背对背，好不好看？嗯。对，这个就比较有意境一点。嗯。我觉得十年后我们再看回这个会很感动。哎，你们为什么会选这首啊？这首啊叫陪着你走。陪着你走这首歌其实我小时候已经听了，但是小时候不知道陪伴这么重要。很重要。其实老实说，我们刚刚认识的时候真的没有想过我们会走这么远的路，真的小时候是完全没有想过的。但是你看回来你会觉得原来旁边这两个人都在我身边。哇，二十年哦。我的天啊，好难得。很有缘分。陪着你走是第一首想到的歌曲。我小时候会觉得这首歌有点像儿歌，好像有点过分简单，但是原来陪着你走那条路如果够长的话其实一点都不简单。所以这首歌到我长大之后在听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感动。还有一首是情书。情书是你选的。就我们那个成长就是四大天王的年代啊。是的。然后情书，哇，这个 MV 还有这个歌词，那段时间是我吸收音乐的最那个养分最多的一个时段。然后四大天王每一次出唱片我都期待，然后我会待在那个唱片店里面等。那现在不会有那种等待。我觉得确实因为现在你听音乐的方式不一样了嘛，你可以有很多平台可以听到音乐。所以以前我们拿到那张专辑的时候那份喜悦非常哇。你能 get 到吗？我能。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我喜欢周杰伦，对，然后我都知道，我都能盘算得到他每一年大概在什么时候发专辑。那你现在盘算不到了吧？
还真不到啊。对，我就小的时候嘛，基本上是在七八月份，就是暑假的时候，好就会发专辑，然后就会提前开始存钱。对，我也是很努力存钱，然后再得到那个我自己很想要的一个东西，那个满足感，哇，很久没有吃过这个满足了。所以我现在很珍惜每一次有现场表演的机会，因为现场看表演那种感受是远远不能够在网上面感受得到的。对，我第一次看郭富城的演唱会，哇，我真的哭了。我坐在山顶的位置，很远，大电视能看到他比较清楚的脸，哇，我就一边看一边哭，好感动，好感动。我觉得他的魅力你一定要到现场看的。我是没看过张惠妹，是 Manny 说你不要去，我之后带你去，一直带到现在都没带过，给你画一个饼到现在都还没给你。但是你们也是啊，你们也是啊，包括我身边的同学，是真的，我是受我的同学，受他们的影响去听你们的歌，然后去看你们的电影，就是所有的一切，我就觉得会影响到很多人。嗯，我觉得三位姐姐这次的音乐会是带着故事来的，这几首歌都是有讲朋友的，就是他人的，很少是在说自己的，所以我觉得他们这次音乐分享会是。是有情怀在的。我给你那个粉段唇釉，我的嘴唇好性感，你要小心哦。哎呀，哇哈哈，梁小伟哦。我给你，哎呀，你帮我涂一个咯。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哇，好美啊！哎呀，帮你撕了。啊，我不要！回家吃饭哦。回家吃饭。今天你想吃的东西，我们通通帮你弄好。芹菜炒豆干，番茄炒蛋，咖喱，蔬菜包。我要做个意大利面吧。好啊，我可以帮忙打下手。好啊，好啊，好啊，好啊。还有什么要帮忙的？反正就是帮我开一个意大利。所以你们在节目里面都是自己做饭吗？我们就煮过一次，但是那一次呢，没有很成功。这次将会是最成功、最好吃的一天。好。容我撒娇，我们是同一个团队，为什么你不穿？没有给我安排的嘛，我给你。好，这里我有一件。哦，好嘞。今天我们吃什么呢？我们的李斯呢都喜欢吃素嘛。哦，他全部都吃素的。对，还我。同志们，我穿上了。哇，好看呐！豹纹版容我撒娇。对呀，这个是特别版的。这个旅行里边呢，你们做了什么呢？旅行，丹尼，什么秘密啊？我们在这个旅程里面，突然间觉得，我们可以开一个音乐会。我们连场地都歌单也选好了。谁是表演？
我们呢？有没有观众？观众是你啊！观众是我，你人来了，你就当我们观众就好了。哇，你们从来都没有试过去策划。这个是非常小型的音乐分享会，这请最好的朋友来，有诚意、有真心就可以了，没有外来的嘉宾。有乐队吗？没乐队。有没有跳舞的？要不要我帮忙？这次是我们展示我们的实力的好机会，如果你帮忙，我们就没有长大了。我感觉自己在看港剧，对港剧里面，我就觉得好幸福。你们是不是看港剧长大的？对呀、啊，我们这一代都是啊。虽然我看的少，但是也有看哦。那你会什么广东话？雷西丹尼，雷西丹尼都 OK 的。哇，自己的名字说得很不错。说我的名字，我怎么说嘛？我不会。霍文希。霍文希。姐姐怎么说？姐姐。姐姐。霍文希，姐姐。说得不错。比如说有学那个粤语歌，打死我都学不会。头发乱了。哦、oh. ，头发乱了，里外了，里外，等一下，里外了，里外了，让我秀发乱了，秀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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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外了，你头发，你秀发乱了，什么什么在。你秀发乱了，急急撒娇，背着你不敢轻佻，换够了，请揭晓。哦，小心，嗰个系油。好惊啊！我跟他们二十年，这是这样子长大的，我杀大的，你知道吗？太可爱了，我天！我看不到，我看不到，看不到，我也经常没事没事，看不到，看不到，把它放回去。嗯，太有面了，好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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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走开，走开！加多点油，没事的。妹，你也试下得唔得？那啥靠谱点？不是，大家做的东西不一样。我大家风格不一样，我看起来好像不靠谱，但是我是挺靠谱的。我们先端出去，好像那个生日蛋糕。两条够了，三条吧。可以了，关火了，这个蛋会好好看，漂亮，好看、啊，好开吧，开，哇，哇，天，我的天，盖到了，盖到了，我好好吃啊！哇，这个蛋真的是很不错，我现在先吃了。阿傻好像从火场走出来一样，不是，一看就知道我是画家，艺术家。哎，你不是刚才洗碗的那个娇姐？娇姐，娇姐，娇姐，洗碗娇，好乖乖，一看就是好。好，吃。哇，这个面看起来也太炸了，港式，嗯，好吃。真的，嗯。这个地方你们去了哪里啊？我们昨天在玩那个卡丁车。你今天还骑了自行车？我们今天很开心。我想问您为什么呢？我来了就是爬山呢，跟爬山可以爬山呢。对啊，你走了我们就玩那个雪滑梯啦。为什么呢？我好想知道。就算我是老人家，也不一定是全都是爬山，爬山再爬山呢。我
看你们拍照给我的东西吃的都是很好的，嗯，我为什么我一到就是吃你们煮的东西呢？哇，我觉得这一串是最好吃的，这里面煮的不只是东西，是爱。哇，那我会讲，哇，你看你吃，太会讲了，太会讲了。嗯，真是，很好吃。谢谢。如果你在工作上边有疑问、有不开心，你会跟谁说啊？跟经纪人说。但原来不会的，原来都是自己感觉就自己去消化。但是是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对，就是不好意思，就会觉得是不是自己的问题，拉不开。对对对。会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个小事儿，你自己其实你自己不用说你也能解决掉，但是到最后类似于这种小点慢慢积累的话一下爆掉，当你爆的时候人家也会觉得你好莫名其妙。对，虽然我们的时间也不到十年，但是对于我来说已经很久了，而且就真的有的时候已经有默契了，因为这是一个安全感和一个信任的问题，你只有这样你才会就是全权交给他。就好像你在你的人生里面永远只有妈妈，你才肯定她永远做什么决定她就不会伤害你。这个世界上面除了妈妈就另外的一个人就是那个，对，那个 yeah。 她是我们最亲近的老母啊，老母啊，老母，老母亲，老母亲，觉得我不仅仅是合作伙伴 partner， 其实也是亲人啊 family。所以你们小的时候反叛，我也要你们反叛的。我没有反叛吧？有，你们都有。我是不是最反叛呢？你最不是最反叛，你是。那天拍广告说好日晕倒我又不拍了，我跟他说要赔偿的时候他说没事，我吃一个西瓜没事了，这个西瓜没事哈哈，我吃西瓜的，你说我没事，我喝点杯冰水我就没事了，我吃了个冰淇淋没有事了 Manny 拜拜。长大了，长大了。最近我拍戏导演有没有什么反馈？也没有找你反馈，反馈好想人称称赞他。他说你的那个演技很好，很自然。我已经尽力。演技还是眼睛啊？演技呀，演技呀，他的眼睛会做戏。掌声鼓励哦。开玩笑，假的，好开心。要不要？继续挑战一下演一段戏，你们现在啊，对呀，其实你是也进入了那个剧组了，是什么角色？警察。警察。贼是谁啊？贼啊，贼是谁啊？贼。他这个相当于我是一个民警，然后是调查，他是有好几条线在里面。是电视剧吗？对。嗯，恭喜。悬疑吗？谢谢。对，是的。搞笑的吗？他一定，他不搞笑的。不如我们玩游戏啊。好的。陈陈蝶。好呀，来呀。哎，我原来跟我朋友老玩这个。哎，你们知不知道输了有什么惩罚？这还上面有这个。不是，还这个这么简单的惩罚？回答问题。回答问题以后还有。上面有这个。清理一下。啊，不是，有一个番茄，我们有个。然后把它吃掉。对对对对。啊。哦对。不要碰。倒不倒。哦。倒出来那个人才要。哦，我上碟。嗯，然后该我了。哇，这哇，那很扎实哦。哇，摇啊，好扎实，摇啊，好扎实哦。你们好可怕。为什么你不搞一条比较容易的？走的那么难的路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真的不走寻常路哦。我的妈妈，这个东西不好搞哦。哇哇哇！哇，你好像差不多了，差不多了。不要害我们哦。他应该会倒的了，要要不要放回去？怎么会？我真的不相信他是玩这个玩大的。算了 ，OK OK， 够了够了。譬如这些，哦，哎，这条码58吗？谢谢你们，这里的害我们了。阿娇一睇知道从细玩到大。有点厉害啊！特别厉害，特别厉害。哇！阿娇姐没问题。我好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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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我68，我觉得是。46我觉得可以，我68我觉得是，你唔好搞啦吧你，我唔会掂嘅，放心，一整跌咗我仲大件事过你啊！喂阿Sa，近排点啊？Sa，啊！是什么啊？是什么问题？哎呀，没问题啊！他的视频没有问题，不是你找有有有，这里有有有有有。对在场的一位异性说一分钟情话，没异性吗？啊！他们。含情脉脉，含情脉脉在这边。含情脉脉那边呢、啊？这边这边，你出来啊！不要冷场哦。好，给感情啊，感情，感情，感情。你出来呢？你是异性啊。啊哦，哇！啊，10分钟啊！感觉像是相亲现场、啊。其实我留意你很久了。你叫什么名字？他有没有上戏？休息。周静凤。周静啊，凤凤啊。我就觉得你很有魄力，很有魅力。我最喜欢那种，就是可以搞机器的男人。搞机器的男人，真的很有力量，很有力量。而且呢，我最记得有一次，你在拍我们嘛，然后呢，你的镜头要对着我们，然后呢，你就不停退后。哇，那个无所畏惧的感觉，好 man 哦。没呀、啊、没呀、啊，差两句他要完事了， okay, okay. 要完事了。表白表白，你可以给我你的微信吗？可以。摄影小哥哥真的害羞了，我天哪！我也害羞好不好？另外一个惩罚喽，又有惩罚。加油加油加油 ！Oh yeah！ 然后 and two and two and three， 快了快了快了！哎，我的苹果肌有点挡住。再往下一点，再往下一点。
你真好劲啊！加加油！游戏王，游戏王！哎呀，游戏王！哎呀，我真系啊！俾你一定做唔到啊！我试唔试下？好难，好难，放落啲，好，可以啦。丝毫不动，丝毫，哎呦，真的要用你的脸。你那天只有阿傻可以弄得到了，我不相信的。妈妈。来，可以，差不多了。哎哎哎呀！我帮你用少少啊。差不多了。你是厉害多了。你是一点都不懂的，他很有藕包的，是不是？你脸是不是有油啊？有油，他应该粘在那儿啊！哎，有有了，来来，可以了，可以了，现在可以了，你看吧，你看吧。算了，我们放过你了。我跟你们说，我就是一个游戏黑洞。我也是。喂，我想说，这个咩嚟噶？明天听说姐你最厉害的。哇，咩咁靓嘅？哇，日出。哇。我去啊，约。因为是五点多六点钟出来，现在睡觉。Good night。不是，我们直接就在船上面过一天。你看看那礁的样子。因为我不喜欢吹海风。他不喜欢吹海风，他不喜欢早起来。你呢？我最喜欢你。去不去？去。我们早点出发，早点睡。我们在船上面睡。走，我已经准备好船了。好。走了。走啦！哇哦！小心了，你都小心了，大冬瓜。喂，我们应该是每人坐一个位置啊。咦，下面有房间啊。喂，看看有什么房间啊。哦，有一铺床哎。哇，你是？哇，这好高啊！好高啊！哇，哎，你坐上来，哎，没事，没有顶到，没有，那个是什么？下边那个？这可以，哇，可以看星星，哇，好浪漫哦，好浪漫哦，这个还可以打开，明天大概四点多，我会叫你们的哈，放心。好的，年纪大不用睡。啊，不管他了，他很厉害的。好的嘛。啊，好困啊，好困啊。好可爱，哇，好可爱！那个几岁啊？两岁。前天生日。我们还在聊天。我在回顾我猫小时候。好小。回顾小时候的猫啊。它以前是对猫过敏的，很过敏。对。我们这一次差不多要回去了哦。你是不是已经开始不舍得？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是挺开心的。我以为是那种情侣之间才有这种浪漫的。第一次感觉到有一个跟你没有血缘的人去对你好，是，你知道我完全不会打扮嘛，
也没有一件好的衣服，然后你带我去铜锣湾先买化妆品，然后再买衣服，然后再从你家借衣服给我。这个是就是常常会在我的脑海里面出现这个。我认识他一天，好像我就把我的钥匙给他，你去我家去拿衣服了。我回去之后就好像有人打劫完之后搬出来。我觉得就我们三个人也不常见面啊，但是呢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感觉好像从来没有断开过。其实老实说，你不觉得如果是好朋友的话根本不需要每天见的，就算隔了很久很久也是好像都很了解对方，都知道对方在做。对啊，一看到对方就会很想把很多事情都要说出来。现在是5:22了，我们叫不叫醒那个李希啊？好啊，他可能真的睡觉。Hello， 醒了，早了早了早了，是要看日出吗？差不多了，我觉得现在5点多了，现在已经43分了，还没出来。那个旅程之后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改变呢？耳机黑眼圈大了，对，皮肤变差了，眼袋又出来了。有没有一点好处啊？我的厨艺有进步了。你厨艺进步了？对，有进步。真的太炸了，炸炸炸了。哎，干嘛呢？好的。真的吗？真的吗？给我几颗星。5个好评，5星好评。5星好评。Yeah. 咋了？我觉得他越来越懂照顾人。阿娇的部分呢，我觉得他很进步，就是打开很多，说话多了。对啊，有时候你不知道，我们都会觉得你有一些讲话 好可爱啊，有趣的灵魂。你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都是差不多这个感觉的人呢。是的，就肯定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但是就是坐在一起的时候整个氛围感觉就是很融洽的。因为我跟你们在一起相处我也很开心的，就很亲近的那种。好可爱啊，他真的好可爱。喂，这个天我们应该出去，如果我们不拍出去吧。喂，出了，这个好像有点变颜色，小心呢。哇哇，是不是第一次啊？第一次三个人吧。我帮你们四个人拍一张照片好不好？好啊，1、2、3。好耶，我们准备看我们的日出。You jumpI jump， 今天好像有雾哦，有雾哦。让我们静静的等待吧。今天雾有点大，不好看哦。对。哎，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是日出或者是日落，其实都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啊，我比较喜欢日落。为什么？为什么？日落。之后就晚上了嘛，晚上我就觉得哇，收工了，真的。我喜欢日出，就好像之前你发生过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当太阳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reset 重新来过。其实日出跟日落我都喜欢，因为
每一天日出就代表一个新的希望嘛。对。今天可以看到日出吗？应该今天看不到了，都已经光了。天气不是预期，那就看不太到。没有，我们可以装看到啊。我们也经历了黑暗到光明啊。对呀、啊。哇，好美呀、啊，日出。哇，好漂亮！大海，哇！我们 P 了好不好？我 P 吧。我今天看到日出了，好美啊！哇，好美啊！我有试过拍一个节目，也是要出海捞鱼，然后凌晨两三点就要出去了。我的天哪！然后到一个很浪很大的地方，整晚就是捞，然后放上来，然后啊，看到了，同志们，我有了，有一个，哇，一点点，虽然它出来晚了一点，但是很开心。还有一些鸟啊，好多海鸥啊，看到了吗？看到了。啊，你看，你们转过来吧。等一下啊，美女，都忙着在拍太阳。终于看到日出了。小珍，安娜，安啊，还安娜呀，安娜呀。哎，我们一早起来就吃甜点了，当然是早餐啊，不然嘞？哇，你好，精力旺盛哦！毕竟是看了日出的人，吸收了日月精华。OK， 果然看完日出之后完全不一样啊，整个人不一样啊，都暖和了起来。好的，第一顿就是甜品啊。对呀、啊，我们现在这个年纪，这当然是在早餐吃甜点了。对啊，早吃早消化。
之前呢没听说过。我要抹茶奶茶。这什么抹茶？抹茶抹茶，我真的抹茶奶茶。我跟 manager， 我就在那儿，我已经被他带回抹茶抹什么抹的抹？抹茶奶茶。哇，今天我们两个都穿裙子啊。哇，好像啊你们。哎，不，等一下，我们要选一下我们演唱会的歌服。啊，对对。我帮帮你们。不用，千万不要。不是，我帮你看看场地。哦，哎，但是我们不想你帮忙的原因是不想你操心。你就去看一下，感受一下，你就不要给意见了。他每一次想讲话，你就这样捂住他。我怕被打。不会啊，他们会。好的。谢谢阿桑。有什么你原本计划好的，但是因为这个改变把你的计划打乱了？怎么说呢，我从小都我有很多计划，但是计划都是在脑子里面的。嗯，就从来我都是一个半途而废的人。没有啊，我不觉得。我小时候真的，我自己考进一家很好很好的中学，但是我进去之后我又没有好好去努力读书，结果呢我中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要转另外一个学校。另外一个学校刚开始也觉得挺好的，因为有我最喜欢的时装设计可以读，但是我最后做不成时装设计师。后来呢就不知不觉的就加入了这一行，对，然后就认识了 Manny， 然后签了公司，然后我从一个很常常半途而废的人，就终于做了一件坚持到底、坚持到二十年的事情。嗯，他改变，对啊，你们知道吗？其实我最开心是你们是现在华语乐坛最长久的女子组合。Yeah， 你们已经成为之路了。嗯，对啊，所以有时候呢真的我觉得人生很讲机遇，就你遇到什么人，那些人就会帮你去达成了你人生的一些成就。我特别大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就是演唱会的事情，因为这个演唱会最早是我想定在2019年的我的生日那一天，记得了。那会儿没做成，然后又延到2020年，然后参加姐姐，然后又延到今年，然后今年因为就是工作也一直没有排上，但是他一直在我心里面，就是我特别向往，然后要去做了一个重要的事情。我觉得一点都不可惜，因为上天会为你安排最好的时间去进行的，所以我从来不会我也这么想的，很失望啊或者是怎样。我也是，我小时候最最最最早的时候就是因为签了两家公司然后都不顺利，没有出到唱片，然后还给他们就是把我辞退了。那时候的我没有说很伤心或者很失望，因为我觉得如果人生这么早就已经可以让你什么都满足了，一定不会珍惜的。嗯，然后第三家公司才遇到他们，那个时间我就跟自己说趁自己还年轻就再试试看，还是不行那就转行，完全不用觉得这个世界对你不好啊，或者是为什么自己这么不幸运呢？他挺乐观的，那个时候他跟我说，如果 Manny 我真的做不了歌手的话，我能不能做助手？对呀，我就是做助理。你没有期望，没有失望，但是你还是会为你自己未来着想嘛。真的，计划改不上变化，就
他已经很想有一个宝宝。对，没结成，嗯，就是结得成，结成没有，对，所以也对，对，嗯，我很多是画的，我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执行能力很高，嗯，我想到我马上做的，而且你最厉害的是你永不放弃，我真的。永远就是我觉得不要说自己年纪大做 catch 自己说能力不够啊体力不够我从来不会而且我觉得 Mandy 姐其实给到我一直以来你给到我一个状态就是从来没有停下脚步过都是他们逼我的我的命我觉得是我一定要跑一滴酒你属马了吗跑起来所以你觉得你是三十加我是四十加你不是四十加了我是四十加你三十加我四十加二十加你是加加会不会觉得跟我们的距离很大呢并没有但我可能真的如果我好命的我可以把你生出来的真的我好命的话他好害怕我的女儿李斯哇好恐怖啊好恐怖走吧 Let's go 我们等一下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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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成功成功你有没有来过这里啊你之前来啊没来过这个地方真的很厉害我很想知道他们的场地是怎么样我跟你说你先想一想你觉得这个场地会是什么样的很简单的就很简单的就好像校园的那种对小型的那个对小型演唱会那样那肯定跟你想的不一样啊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你看哇是不是很酷酷耶真的超酷的哇是像古希腊的那种露天影院好厉害的怎么能找到这个地方呢你要站在这里好神奇的你说话喂有没有有哇真的还有背景哇厉害老实说我从来没试过很放松很自在的去欣赏他们表演从没试过哇这也是第一次你也是真的你说的对20多年都是我们站在后台台下边为他们策划他们每一次的演唱会我都很激动很紧张我怕呢他们唱得不好啊怕他们跳得不好啊但是这一次好像一点都没有是为你们而准备的而且他们有说是因为这次是22天也会请22个好朋友啊真的对身边一直陪伴的人啊真的像 Mandy 姐啊然后像身边的合作伙伴所有的小伙伴们都是在后台非常紧张去工作对但这一次希望大家能够真正像观众一样很开心的去分享这个时刻我觉得他们给我一个这么大的 surprise 我想送一个礼物给他们其实呢我呢想准备一下呢我帮他们做一个惊喜哇是一个展览OK 对因为他们这一次21天的旅行里面他们做了很多很多东西包括拍了很多胶啊有大片啊也有一些手工艺我们去好你帮忙去帮我好布置一下没问题哇好多啊你们看看吧这个哇你好大哦今天怎么可能啊我带这些就好像八盘千奏的你看我是世界上最拽的人没有啊还好吗
我们的风格是，我们不用那么夸张。哇，这个好可爱啊！哇，一见钟情，直接买。这个我也要。我很想跟你搭，挺好看的这个。嗯，满载而归。我们布置一下好不好？好，好，走。我们琼姐哥好像就是，一个星光大道的感觉，但是就是很温馨的走过去，然后好像那个一路以来的，对，就是好像记忆中的那个隧道。明白。好，嗯。是吗？好，高低一样。应该，看一下，这儿吧。好的。这样子有横有竖的，我觉得挺好看的。地上这个做好的展览之后，我们会清理。OK。我们看看那个鞋放在这儿吧。你觉得这个鞋好不好？对，我觉得可以。这个鞋是什么意思啊？这个鞋子就是我们第一天拍 opening 的时候他们出场穿的。水晶鞋。对。啊。自己画的吗？花是全都是他们的手工艺。四朵金花，对。哇，这个球是个什么啊？这是我们拍 opening 的时候，然后我就站在对面，然后阿傻阿娇跟主儿就站在对面，然后我就叫他啊。叫主儿，隔空喊话那种感觉是吗？就是好像他们永远都脱离不到我的。你的五指山缩小了，其实代表，就算我们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环境里边，我都默默在看着他们，在支持他们。耶、yeah, ，姐姐们，我那个明天你们就要音乐会了，然后在这里小李祝你们音乐会圆满成功，加油！小李给你打 call。我很期待，能够看到你们明天的音乐会，因为第一次怎么近距离，零压力，很开心的去看你们表演，期待， yeah. 谢谢。就不要再放东西下来了。嗨嗨嗨，右边没声音，我听自己的声音可以大一点点。不遇见你走，那我哋自己就咁清唱。好啊，但系佢点解写我 second 我都唔明白。系啊，佢错咗咯。系咯系咯，但是为了你再来，再来再来。friend 你咪第一句嘅，咪到佢嘅。唔系，里边冇声啊。有个好大的箭头啊！是要我们跟着那个箭头走吗？很明显嘛。他们差不多到了。开门了，这里了。好，一二三，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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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听到声音好像有点开心。哇哇，这2006年、2008年，哇，这个是我人生最喜欢的其中一个。体力多好啊，那时候怎么唱都不累。那时候太瘦了啦，好瘦。哇，这个嘞，那个胖胖妹，好可爱。
这是我跟阿娇最满意的演唱会。LOL 是最满意。这个演唱会真的好好看，我都有看，我也有看，在，我都在，我也是，在澳门。哇！哦，我们每一站的。交差我画，买凶杀人，人，幸运女人，连环画家，多开心！我们看这个美女，发型真的好重要哦，跟你说。美女说：“到底我做错了什么？”好恐怖，以为是西安那个兵马俑那些呢。这个我叫啊你插不敢，我插咗啦，你冇啊，我有啊，我们一东一西，我知道。哇，太太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他了，而且还要跟油脂闪风，好可怕，好可怕这个事情。第一天，哇，你看这个是第一天，然后今天其实也没有离得很远，对啊，但好像发生好多好多好多事，就才一个月。多地方啊，真的做了好多事，好好看哦，照片，我很想要一套这个照片，我也是。哇，这个心愿卡，这个旅程不要去胖，不要晒黑，浮潜没有了，还有一起认真的去演电影，跟我一起演戏，认真的，就可能是吵架的戏，或者是演一场戏咯。你想上课？系啦，刚才出不出彩啊？好出彩啊！你那个角色，把一切哦幸福降临，希望一切幸福降临在我们三人身上。好，幸福已经在，永远在。快点和你们在一起。 OK， 好，哇，喂，还有哦，哇，还有哦，这个什么东西呀，哇是不是玩你啊？一个展览你喜不喜欢？我很丑的那个头像啊，好恐怖啊，那个地方你知道吗？我对你们怎么好，你居然你们可以做到我怎么红？你们三个那个头上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丑了，还有像一个八婆了，好凶的一个八婆了。我也很想弄得你很美呀、啊。如果我们能做成你这样，我们就做大事啊。还有呢，你们看看那个 iPad， 那好 ，Hello， 今天是我们第一天的旅程，对，就是、这次不一样啊，这次有主儿，对，跟朋友来，今天我们好像搞了好多事情，搞了好多。行了，然后我来到这个好漂亮的地方，我当时就要是跟你们在一起。今天我们爬了很多的楼梯，在途中其实有两次都很想打好老母。
谢谢你，楚儿、阿萨、阿娇，送给我一个很开心的旅行。也希望我们往后的日子，大家都会快快乐乐，也在一起去旅行。希望你们几个玩得开心一点，把你们的乐天、你们的笑容带给全世界。楚儿，弄了一个这个礼物送给我，漂亮。所以我希望我的娇能够继续的努力，请他不要害怕，因为你的好朋友一直会陪你。我觉得能够做这么多年的朋友就很每一次我想起来我都很感动。明天你们就要音乐会了，然后在这里小李祝你们音乐会圆满成功，期待，谢谢。哇哇，最后一个景点，过来。00038室。哦，我记得，人跟人的缘分。你太聪明了，这么厉害，阿萨真的是最聪明的。我记得。所以是两个人上遇的时候的几乎的只是00038室。如果是三个人这么多年的朋友，你知道是多少的几率？几率，对。哦，好有心，怎么办？没事，那你们是不是客气了。我说是不是你们会带我去看你们的音乐会？必须的，现在要去了。好，去。演出前我们都会做一个加油的，好不好？喊一下，一二三 ，Good show！ 好 ，Go！ 知道 Manny 一定会觉得非常的惊讶，为什么今天会一个观众都没有。我们虽然开过很多很多次不同类型的演唱会，但是这次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特别的。今天这场音乐会不仅要献给20多年来一直关心和支持我们的歌迷，所有给过我们善意和帮助的亲人和好朋友，也要先给一直默默为我们付出的工作人员，当然还有我们最最最爱的 Manny。 Thank you Manny。 那请大家抓紧时间就坐，不要看手机啊，不要去洗手间啊，乖乖走。哇，都蛮多人的哦。哇，其实我们三个人的团队加起来肯定人不会少啊，吃饭都吃穷我们呢。哇，有荧光棒哦，好厉害哦，好厉害哦。容我撒娇，小型超豪华音乐会马上要开始了。 Enjoy the show。 那么音乐来了不？沾上热情欢欣，你又为何伤感？幻想怎可苦笑一生？只要尽情开心，不要呆呆的等。情绪需等到乱纷纷，不要让眉锁紧，快乐。
来相分，为何似困？好了，接下来是你们两个的自选歌曲。对，自选歌曲。对，我就到那边观众席的，就骚扰他们了。好啊，好吧，你去骚扰他们了。骚扰他们，交给你们。好。这首歌选是因为很代表我的少女时代。嗯。很有期盼，叫 Wishes。对，送给你们。嗯。可以站起来，不用那么拘谨。我自己精心去选择的歌，因为在这次的旅程当中呢，当然有经历很多，比如说是日出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所以呢，我就约定大家，我们有机会的一起再去欣赏。Of course， 好不好？必须的，必须的。好，送给大家王菲的《约定》。我们在后面伴舞。你是不是 MV 女主角？对。着离开的神态，
当天整个城市那样轻快，沿路一起走半里长街，还记得当天吉他的和弦，还明白每段旋律的伏线，当天街角流过你声线，沿路旅程如歌蜕变，忘掉天地，仿佛也想不起自己，仍未无声一看漫天黄叶远飞，就算会被分离，凄绝的戏要决心忘记，我便记不起自己，仍未忘跟你约定，假如没有死，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不斑白都可认得你。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好感动哦，刚刚突然的眼泪都想出来了。我也有点感动。对，嗯，我想起1998年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肥妹拿着一个荧光棒为我挥动，现场这么多，其实来的都是罗文老师的歌迷，只有一个我的歌迷，就是他。现在他还在。接下来这首歌真的是一首非常温情的歌，我记忆上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翻唱的版本，因为这首歌真的算是广东歌的经典。对，而且这份词啊，就真的好像在说我们了。对，送给大家，陪着你走，送给你们啦。谁说时间片刻别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了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潜能，跟我一起飞去。 Forever friends, forever friends, forever friends, friends.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
世界片段，我累竭是无力前行。20多年来帮助过我们的人真的有太多太多了。我第一个想感谢的人就是我们的老板杨寿成博士，因为呢，真的如果没有他一直那么支持我们，我想我们也没有这20年那么开心那么成功的日子。对，谢谢他对我们三个的不离不弃。我第二个要感谢的人就是跟了我10几年的助理大神。我觉得我们已经不是助理跟老板的关系了，他就好像我一个家人。我要谢谢 Manny， 20年里面不离不弃，真的不容易，就好像爸爸妈妈一样。对，其实我觉得我的人生里面出现了好多天使，因为他们在我的人生不同阶段里面给了我很多帮助。我第一个要谢谢的是我的妈妈，她会一直支持我，从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她就相信我的能力。还有我要谢谢我的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现在的助理斐妈。还有真的要感谢这次为我们就是偷偷的准备这场演唱会协助我们很多的导演，我们的监制，谢谢你们所有所有。是时候送给大家我们首唱《容我撒娇》。身边有个冒失天才，常常发呆，爱笑爱卖。当我是郁金香，你是玫瑰和向日葵，各自盛开，丑气却更酷帅。心旅程又展开，车通远未来，哼唱着回忆里的时代，很多人离开，你却一直在。 When they see me fly, you're just by my side, 让我像小孩撒娇，有你过来，随风扬起尘埃，曾经不释怀，今天洒脱自在。常常说笑说你是我的菜，傻得可爱，我最明白，不管世界存在多少阴霾，为你扫开，日出日落，我们一起等待，游览过爱情海，舍不得却又回来，哦哦，遗憾是个
脚，抱你入怀，一路走过来，随风扬起尘埃，不一样血脉，却有最亲的爱。精彩，越来越合拍，二十年走过来，过去到现在，谢谢你们青睐，不离开。我觉得好感动，最后一站了，我就觉得开始有点不舍得。这趟旅程应该是我们三个人一起相处的最久的一个旅程。耶，我们终于来了。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猴子，第一次见到牛，牛在山间，看见这牛在上面，那么活泼。我们第一次三个一起去露营，我进去了哇！好开心啊！第一次见到板栗原来是长这样的，做了很多我以前没有试过的东西，我找到我人生的一个价值了。每一天都是很不一样的经历，这趟旅程对大家的认识又多了一些。我也是第一次遇到我自己那么波动的情绪，你感受一下。我不会有感受。我说我这些话第一次说出来。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多少人离开我？希望我的骄傲不要害怕，因为你的好朋友一直不会陪你。喜欢啊！这个世界只有我最了解你。可以帮我播一个吗？播了，在你面前。非常谢谢他们一直不离不弃，主儿是我们的开心果。季贵妃真的爱你吗？我们每个人都亲你。他会用他的方式来逗我开心。哇，其实真系有啲惊噶，原来真惊冇事。被照顾到的感觉，原来可以那么舒服。我很难想象，如果我人生中没有他，没有他，我的人生会变成怎么样？我们换一套吧。我发现我手机也可以不拿着，因为爱的人就在旁边。真的没有想过我们会走这么远的路，二十年了，这些已经是家人了。我们是容我撒娇容我撒娇容。